家晚上好，欢迎光临首届知乎之独立电影论坛。说起独立电影，大家会想到什么？是反抗的姿态，小众的传播氛围，还是边缘化的题材，晦暗的镜头语言，还是底层与苦难、困境与挣扎？这些要素和特点我们都在独立电影里看到过，但独立电影最重要的特质不在于题材或是表达方式，而在于独立的精神。它尽可能摒除了创作者之外的因素，不讨好市场，不迎合大众，忠于创作者的表达意图和他的情感表达和关注。无论他们的镜头对准的是破败的工厂、凋敝的矿区，还是光鲜的城市，都坚持着独立的创作、自由的思考、真诚的表达，将视线和关注的触角放在一个个个体的身上，呈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他们在时代中寻找自己、承担自己的努力与艰辛。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电影堪称时代的社会文献。它在官方主导的集体叙事之外，在商业主导的喧嚣幻梦之外，描绘了众生百态的真实图景，让我们都能在其中看见自己，看见生命的艰难与温情、坎坷与希望。为了给独立电影的自由表达提供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西安知乎之艺术文化空间创办了知乎之独立电影论坛，旨在通过影片展播、主创交流、电影教学以及工作坊的培训等等形式，促进独立电影的传播与电影从业者、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本届论坛我们邀请到14位来自电影、传媒、文学等领域的人士担任观察家，他们将参与论坛的展播、对话、电影教学、工作坊搭建等工作。他们是卢伟、陈红果、艾小明、崔卫平、郝建、胡杰、王宏伟、文海、金燕、迪玛、江雪、于雅琴、老虎庙、罗兰。今晚部分观察家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观察家是享誉世界的电影人，由他编剧的《霸王别姬》《活着》等作品当中，人物命运与历史洪流交相辉映，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他就是国家一级编剧、西部电影集团剧本原创中心首席顾问、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卢伟老师。欢迎卢伟老师。来到现场的观察家还有资深媒体人江雪女士。知名导演、纪录片制作人老虎庙先生。以及西安知乎之艺术文化空间的创始人陈红果老师。未能来到现场的一些观察家和电影界的朋友也为论坛送上了他们的祝福。著名电影人小五的扮演者也曾经来到知乎之与大家分享过电影心得的王宏伟老师说，祝知乎之独立电影论坛成功举办，引领西部电影再开发的新浪潮。导演姜能杰先生说，希望独立电影论坛成为一个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纪录片制作人胡杰先生的寄语是，创建这样一个独立研究平台很及时，可以看到不同的影片，听到不同导演的思考，读到不同的评论，使观众多一个了解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独特视角，架设起权力、知识与良心沟通的桥梁。纪录片的深刻伦理就是为善打赌。著名学者、纪录片制作人艾小明女士的寄语是，我对知乎之这个文化空间非常向往，祝贺独立电影论坛开幕。独立电影需要观众，需要交流，我们最理想的观众不在电影节，不在港澳台，就在当下渴望变革、推动变革的普通公民中。感谢你们来到论坛，你们是催生中国最好电影的助飞者。
我们也由衷感谢朋友们的祝福。下面有请西安植物志艺术文化空间创始人陈宏国老师上台致辞。好，今天我非常的激动啊，就是我们植物志就筹办已久的一个独立电影论坛终于是今天开始了。那我要首先要感谢我们老虎庙大哥啊，就是整个过程从前到后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心力，其实呢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景吧。就是植物志，我以前是个体制内的，然后呢被逼娼为娘哈，现在走向了民间。其实这三年我收获非常多，但是也知道在中国民间做事情的不易和它的意义，所以我是感慨良多。但是我们就看见一件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的努力的坚持之下，在各位知不知是共同的事业，在大家共同的助力之下，真的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是像民间文化土壤的培育，温和理性的这种精神，它是需要耐心和任性的。那同时呢，我曾经也说过，存在是一种突围。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非常的脆弱的哈，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脆弱我们这些小草就不去生长。那这个独立电影论坛在中国其实我觉得是一股巨大的能量，然后呢它是方兴未艾，其实是一直是在记录当下中国这个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它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那我想我们为什么是采取我们的宗旨是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我想所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前提都是面对真实和真相，就是我们是面对真相而思考，面对真实而自由。谢谢大家。谢谢陈老师。存在是一种突围，独立电影也是一种突围，自由的表达，自由的思考，应该再加上一句自由的记录。下面我们有请著名编剧卢伟老师上台和大家说两句。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电影导演塔尔库夫斯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电影的这个本质是雕刻时光。这个，而我认为呢，纪录片是雕刻时光最直接的表现。非常高兴有机会观赏这部电影，也非常有机会跟大家有一个平台，在这里边，我们可以交换对这个纪录片的共同的感悟和感想，我们可以展开一些讨论。谢谢大家。谢谢卢伟老师。知无知独立电影论坛是一个永不闭幕的论坛，我们大家可以永远在这里一起雕刻时光。好，下面有请知名导演、纪录片制作人、知无知独立电影论坛的发起人老虎庙先生上台论坛开幕。谈不上发起人哦，联系人一下。对，我们这个论坛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罗兰已经讲了，是永不谢幕的，因为我们没有给自己设定时间就结束的那一天，一直进行下去。可能可以说是第一季吧，第一届这个导演们带来的可能是10年以前的片子，总之是他们最早的片子，也是中国独立电影最早的一代。然后呢，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向经典致敬，我们想回顾这个，因为是学术讨论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没有不说这个发起，包括我个人就是个联系人。我作为联系人，今天此刻向大家宣布，然后呢，西部独立电影论坛正式启动。我们悄悄的开始，然后长久的发展。现在先请我们本届就是第一天那个第一次这个举办的这个活动的导演，就是带着他的片子，就是我们本土，也就是西部电影本土的导演，就是林欣导演，认识一下大家。好，林欣导演说两句吧，简单介绍一下您，然后完了以后之后我们可以和他对话。好，这个片子已经
2007年完成，到现在已经10年了，这是第一回在西安，在西安的放映。当去年这个三里洞上海这边矿工的影像史这本书出版要需要他们授权的时候，我10年后找他们的时候，接待我的基本上是他的儿女，片子里的人大部分都不在。看完后我们交流。十年里的岁月变迁，人事更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倪欣导演的这部影片。